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站到十六号位置的接力小伙会是谁，掌声有请。全场热烈！天哪！大家好，我叫高宝龙，今年31岁，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用心琢磨，用心干，日子红火又浪漫。看过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知道，宝龙现在头上戴的这个帽子是他自己做的。啊，当时在我们的台上，他出场的时候，他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我给他的这个评价是：除了生孩子，啥都会干。对。每次宝龙一看到你这个帽子，王哥就想起那首歌了，喝着人撒下千张网，特别有那种原始感。那个这个帽子如果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？这个帽子属于对我而言属于无价之宝，如果说跟哪个女孩牵手成功的话，我就把这帽子送给她。哇，好好啊。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姑娘，这位姑娘今天到这个现场就是来找大家伙评评理来了。评啥理呢？他说了他妹妹没车没房没工作，找个好老公。他呢有车有房有工作，还贼拉能干，就是找不着对象。这就是人比人不得气死人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是不是？所以他说这就差哪儿呢？今天让大家给评评理啊，来掌声有请姑娘出场。大家好，我叫曹雪，我来自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女汉子汉不汉子要看爷们儿爷不爷们儿。我是学姐，来找学姐不来了。哦，哎呀，全都熟啊，这段话呀。是啊，我这是听到这个爱情宣言，我就想起了之前全程热恋的一位女嘉宾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啊，学姐。学姐。对，因为我感觉她跟我挺像的。啊，江小雪。原来站到八号位置的，对吧？对，那也就是学姐，你这个学姐今天来，把八号那个学姐的爱情宣言也直接照搬来了。她的爱情宣言，挺符合我的吧？你特别认同是吗？对。啊、嗯，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这姑娘也是想找一个够爷们儿的一个小伙子，是吗？对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这今天我们得怎么抚慰一下这个都已经晚期的一个人的心灵呢？哈，此情此景，姐，我还想吟诗一首。今天录制真是坑，三个美女灭我灯。我期待，我很期待下一位，看看能不能灭我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灭你吗？啊，因为你的话题太多了，老是举手。十四号都让你干没电了，你还在这说话呢。我憋得难受。其实我为啥老说他？我是为你们好。台下我们是兄弟，台上我们是情敌。他是什么人不用我说，大伙心里都明镜的。就那人，你就从第一期就埋汰人家黄吉，一直埋。你看所有的姑娘上来都灭你灯，你尝试着你消停两期，你看看还有没有人灭你灯。你们唠你们的，我等下一个。下一个灭你。好，来看一下十六个小伙子，看一下十六个小伙子选意中人。好，来看一下学姐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曹雪，因为我太强势了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学姐。从小到大，家里大小事情都是我管，小到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大到妹妹嫁人结婚，基本上都是我做主。我不喜欢给别人打工，我不服管，我觉得什么事儿不由我做主，我干着就不得劲儿。所以我自己在做微商，化妆品、手机什么都卖，一个月能赚个一两万。我以后要是有对象了，你强我就听你的，你要是不强，那你就听我的。我会把家打理得明明白白、硬硬当当、利利索索的。我靠自己在长岭县买了一个96平的房子，还有一辆车。
我最不喜欢的女生就是那种柔柔弱弱的女生，要房没有，要车没有，要工作工作没有。就比如我妹，我有一个好老公啊，你没有。以前我真不信撒娇的女人有好命，但是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我还有点羡慕我妹妹了。她比我懒，没有我爱干净，但是就能找个爱她的老公。实话不心，我想问一下呗，啥样的男的算是啥呀？强势的，大男子主义呗。我说啥你不听，就我说啥你听呗。你行我就听你的，你不行我就不听你的。咋能体现出我行了呀？你家里头是想你说了算还是想他说了算？比如说你俩是处对象的话，我想的是啥呢？给外边他给我点面，家回家后我干啥都行。你放心，在外边的情况下我会给你留面的，家里边吧你对我也听你的，但你不对那你就得听我的。哦哦，四号面包哥。女嘉宾你好。你好。你很优秀也很能干，就是我想问你还知道，就是你不也自己总结吗？说是妹妹会撒娇而且命特别好啊，就是有老公还有你这么好一个姐姐，你会撒娇吗？我也会呀，但是我还没遇到那个人。那你跟我对话一下试试呗。啊，我觉得你要小伙子说的是，我们台上有太多女汉子总说我跟你说我都会撒娇，就没遇到对的那个人。这个功夫吧你总也不用，你就不会用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总这样总这样吧，一碰着说哎我那个功夫咋掉不起来了，那个温柔劲儿我怎么就不会了呢？是因为你总也不用，都生锈了。你试试你试试、那你上台起来吧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吧。是你跟我撒娇，你先说。你不起话题怎么跟你撒娇啊？学姐，来吧，我觉得你们俩好像要打仗了。是啊，那什么，我先来吧，行吗？行啊，那你瞅我。听听我们音效老师的音乐，你能不能感受到好像是一个浪漫的西餐厅，对不对啊？把我们都当服务员啊？对。先给我来瓶红酒。红酒，红酒，红酒。Waiter 上红酒。还有真有红酒啊！谢谢。你可以退下了。我想吃牛排。不吃行不行？不行。咱撸串去呗。一瞅你就东北老爷们儿，我不行，就想吃牛排。能不能再温柔点？再温柔点，那要贴上了。你刚才已经算温柔了吗？对，已经很温柔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你够，你时间长不用都锈到了。锈的了。你把那个声拉长，不行。然后我想吃牛排。拉长，拉长，拉长，试试啊！再来一遍。我想吃牛排。不行。那不行，我就想吃。你再温柔点。那你就带我吃啊。看壮的，看几个加号。没有加号了，你请回吧。